如果这一次草坪，我就这样跪滑。小张，闭上你惊讶的嘴巴！没见过吗？不就是劈柴吗？有吧？教我们几个耍帅的舞蹈动作，就是别人一看就会我们很会的，而且是那种不常见的。好好，三二一，走！连你做几个动作都我都接受不了。就是那英姐的一个说的八十年代，对，八十年代 disco。我要你的，你最擅长的舞种是什么？最擅长应该是狂舞。哦，就是那个狂舞啊！哎，来来，我们斗舞吧，来，来了，来了啊 ！This is 转起来，转起来啊！嘿。好，隐形靴。嗯，不是这两头，你到底哪一头指的？随便说呗，还在意这些细节？下面有请张艺兴。不是，我从来没有音乐干跳过。所谓兄弟，亮出你的本事。就现在就是心中有音乐是吧？对，是的。五六七走。哎，后期帮那个一性配一个音乐有点奇怪。五六七走。我要来最厉害的那种斗舞，就是拷贝，全部记住你的动作，然后再来一遍。好，来吧。下面有请来自。来自哪里啊？不重要。来自人类星球的经济。狂舞，狂舞，第二轮 ，Round Two， Grab 张艺兴，哇啊，这就是狂舞，这就是狂舞，哎呀，我的个天哪，哇，这就是狂舞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，接你了，求了，哎哎哎。芝芝，冷静一下！吓到黄老师了。刚才你们是在 battle 舞蹈是吧？啊，一点音乐没有就干跳，干掰。可以，一心就是舞感、力量方面，还有这个核心的部分，还需要加强。来吧，一心，没关系，别思考了。来，一心，没事，哎呀，晶晶姐，你这样会让我哥对舞蹈艺术的理解上产生偏差，你知道吗？一心脑瓜子嗡嗡的，对，差不多了，让一心缓缓。一心碰到你之后，嘴从来没闭起来过，眉头也没解开过。